看完《生命三角》之后，来看看我们政府的宣传影片。关，应随手利用软垫保护头部，赶紧躲在监控器下，或以低姿势躲在柱子或墙角旁，并要远离窗户、玻璃、吊灯等危险建筑物，以及巨大的家具、橱柜，因为摇晃倒塌造成伤害。如果正在床上，要迅速以低姿势躲避在桌子底下或柱子旁，同时注意避免被掉落物打伤。地震发生时，应先以就近避难、保护身体为原则。当感受到地震强烈且身边家具明显位移，或发现住宅墙壁产生龟裂时，应尽可能逃出室外避难疏散。逃出避难时，应现在及时注意准备好的紧急避难装备，并穿足鞋子，以避免被碎裂玻璃或尖锐物品刺伤。不可使用电梯逃生，以免楼梯疏散避难，以免因电梯故障而受困。逃生时，家人或同事最好结伴同行，互相关心扶持。不要推挤涌向出入口，依据逃生才能快速疏散，避免受伤。今天协助老弱妇孺及行动不便者，包括手部家庭的行程。状况二，在学校。地震发生时，学生需听从老师指示，保持镇定，不要慌张，立即保护头部和脚部以下。若课桌太小，则可躲在肩部的柱子间或课桌旁的手部，保持低姿势，以书包保护头部。同时应注意灯具、门窗及家具的掉落与翻倒。地震发生时，立即向外避难逃生。逃生时，学生应注意保护头部，不喧哗，不慌张。记住，平时每夜的紧急避难疏散地点到达安全避难地点。抵达安全疏散地点后，全体同学应安静蹲下，各班老师应立即进行点名，确保每个同学皆已至安全地点，并安抚学生的情绪。校方应马上进行校园安全检查，发现有梁柱剥落或物品掉落的地方，应进行拆除。等校园安全检查完毕，再让学生进教室上课。平时幼稚园应经常办理避难演练。当地震发生时，幼稚园老师及小朋友应立即依临时演练，以手抱头蹲在桌子下或柱子旁边就地避难。当地震伤痕时，老师应迅速带领小朋友穿着鞋子，不慌张推挤地前往
很亲密的并让老师解决命令令更要注意效率的分散制作房间时候并颜色区分班别以及老师能更容易顾及班上各个小朋友状况三在面积里当感觉摇晃时应立刻按压各楼层按钮并靠近电梯内侧以低姿势保护头部就地避难但电梯门打开后随即离开逃生如果电梯门不开应立刻按紧急开关呼叫求援并保持镇定待救状况四在土块座或砖造屋子里土块座及砖造屋的耐震性能较差遇到地震时应迅速避难到屋外安全的地方状况五在室外近距离旁的人行道地震发生时不要慌乱往车道逃生以避免被来车撞到若所处位置紧邻公寓或大楼应注意上方有招牌冷气机温暖的散落物并小心爆裂的玻璃碎片若有所处位置上楼可靠墙或柱子旁以低姿势躲避记得要避开招牌玻璃帷幕及建筑中的危险工地必要时应远离建筑物到风浪处避难是较佳选择状况六开车中行车时若在大楼邻近的街道上遇到地震应先减速靠边停车躲在车上停车时并要注意上方是否有地线招牌砖瓦玻璃帷幕等可能的建筑物同时透过收音机正确掌握相关资讯状况七在百货公司电影院地震时若在百货公司应迅速远离货架橱柜到柱子边或坚固的墙角以低姿势避难不可搭乘电梯应遵从相关人员的指挥行动依序逃生不要慌乱地推挤到逃生口或电梯应注意掉落物及玻璃碎片如果在电影院演艺厅遇到地震时应先暂时躲在座位下保护头部就地避难当摇晃停止时应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指示依序离开状况八在地下街地震发生时应保持镇定立即就地避难当地震稍停时应遵循服务人员指示依序逃生切莫慌乱推挤也不可使用电梯即使停电也可沿着出口指示标示走到出口状况九在地铁捷运或车站内在车站内遇到地震时应立即保护头部就地避难当摇晃停止时应依照站内人员指示将其推送到安全的地方地震时若在月台边应迅速远离月台赶紧躲到墙边或柱子旁避难并留意天花板掉落物在地震稍息时应遵从站内人员的指示不慌乱推挤依序逃生状况十在停车场若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时应靠边起火先待在车内就地避难以免车辆因滑落问题而挤压受伤若是在地下停车场当地震稍停时应立即下车往地面层疏散状况十一在海边地震发生后应尽可能离开海岸线若发现突然有海啸的特征注意或有远方好像有白色浪漫涌来等异常现象时应立即往高处避难其他注意事项平时应备妥紧急避难包并放置于家中及工作场所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紧急避难包内的必需品应包括御寒衣物内衣裤小毛毯轻便型雨衣毛巾矿泉水干粮
重要证件银文、若干现金、安全帽、粗棉手套、哨子、瑞士刀、急救电话、常用药、面纸、口罩、暖暖包、手电筒、收音机、电池、文具用品及备用钥匙。还有小孩家长带着奶粉、奶瓶、牛奶。所有必需品应随时检查更新，至少每半年一次。全家人应共同召开防灾会议，讨论地震发生时的集合地点、逃生路线及家人的联络方式等，并熟悉逃生路线和避难场所所在位置。当灾害发生时，即应规划路线，不慌张、不推挤地依序逃生。家中平时即应预想当地震时应躲在哪里较安全，及如何逃生等，且经常演练。另外，还要注意自己住宅的结构安全，并加强家具、橱柜及瓦斯钢瓶等的固定，以防止地震时翻落、移位而造成伤害或阻碍避难逃生。而吊灯、吊扇等悬挂物也应加强固定，以防止地震时坠落伤人。地震后必然会挂念亲友安危，但在联络时尽可能不要使用电话，应改用简讯或利用政府1991报平安专线，让紧急救灾通信能够保持通畅。随时收听最新灾情报道，掌握正确资讯，切勿道听途说造成恐慌。记得检查水电、瓦斯管线，如有损坏应马上请人修理。地震后必应检查房屋的墙壁或梁柱是否有明显裂痕，若有损坏切勿动如室内，应请专家鉴定。由于地震发生时，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情况非常复杂，整个避难疏散过程也可能充满许多不确定性，因此各种正确的操作方式不容易信任到时序固定、细节固定的标准。但是正确的操作程序在普遍的情境下仍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尤其地震发生时毫无预警，在紧急操作时能有所依循，才能镇定因应，做出最好的应变行动。勤练防灾，迅速应变，让我们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将地震所带来的灾害降至最低。谢谢您的观赏，祝福大家平安。我没有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南海大海啸的时候，有个同学有记得老师教过，那个海莫名其妙的向后退，表示可能会有海啸，就发了警报，就疏散很多人，也救了不少人，所以老师教的要记住啊。然后那个电影院那个事情学测考过，电影院那个事情学测考过，在电影院发生地震，不要大家都往外冲，大家都往外冲，我们就冲不出去了。人挤人反而会踩死人啊！那个不要做这种傻事啊！基本上看过，刚刚讲过啊，上面告诉你一些基本动作，希望你会要记住。那讲过，因时因地制宜。如果用生命三角的讲法，停车场发生地震，生命三角会要你躲到汽车旁边，因为怕压下来，汽车被压扁，你也被压扁。可是上面告诉你躲到汽车里面，因为他怕汽车会移来移去，地震有上下摇，也有左右摇的，所以怕你躲到旁边，那汽车一夹，一半就把你夹扁了。所以那到底要怎么还好？只能说到时候看情况，当场临时应变，你要躲车里还是躲到车旁边？旁边还看情况，因为它都有可能带来灾害，也可能会带来安全。你可能要因时因地制宜，这就是政府告诉我们的地震逃难、避难逃生的要领 ，OK 吗 ？OK， 很好，请写课堂练习。